看见那边27跟27的了吗？上次失败的，这次我直接用这种大型立方体，九格嘛，对吧？这对吗？这不对啊，我再试一次，要这样。你有病吧？这是什么呀？你是来拉屎的吧？我再试一次，这不对劲儿啊。哎，是不是只能对着地板放？哦，你早说嘛，对着地板放。 OK OK OK， 三个四个，它一共要九个啊，要九个。不行，这高度的话没地儿挤了，一会儿这也不行，我们再找一个超平坦的地方。什么超平坦？来来来，超平坦，我们直接盖一个超平坦地形好吧。创造模式，我今天不看到这27×27我是不会死心的。这回总该可以了吧。啊，朋友们，超平坦，这是九格啊，3×27，这已经是横着的27了。然后我们在这边再放8个，哎，围起来了，这样猪就进不来了啊，猪就进不来了。这个是标准的27×27，然后我们再把高度搭好，不然一会儿放乱了啊。二层，三层，四层，五六七八九，我了个亲娘呀，兄弟们，最终的样子马上就要呈现了。这个速度比咱们一个一个搭至少快了10倍都不止，真是节省了我大把的生命啊，而且还防吐啊，不知道还以为我晕了呢。这是什么运气？这是我找到了一个秘诀，竖着搭，因为一会儿这底下 数的话估计要把我数晕，我们竖着搭就可以减少错误的这个概率，它还不会卡。当然啊，不是一定不卡，只是我是3090，而且我 CPU 也比较厉害，内存也比较大，大家电脑配置不高玩这个尽量就别挑战了，看我玩就行了，你们别动啊，你们电脑玩这个都得卡死你们啊，比看我直播还卡。因为最近有小伙伴也说看我直播很卡，如果兄弟们看直播很卡，可以试试抖音电脑版大屏幕，看各大主播高清游戏直播，画面更清晰，网友互动弹幕互动更流畅，小窗模式工作娱乐两不误，还能免费设置高清的颜值主播专属动态壁纸，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。怎么办怎么办，兄弟们打多了一个，这可怎么办？还好还好，完了。哎，我真的是我双 Q 了，我真的是现在有种那种心态爆炸了，兄弟们，这个东西它怎么就不能正常点呢？我最后答一遍，你要是再不让我成功，我只能再来一遍了。现在搭了一整面墙了，有人会说你把顶封上，你封上顶你就不会超出去了，但你有没有记得我们试过的，它只有放在平地上才能对齐，如果横着或者上下，万一它歪了呢？那我这一面墙又歪搭了呀，不能那么搭，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慢一点，慢工出细活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这么搭就行了，反正这样搭也不用到多少时间，10分钟就能搞完。两堵墙了啊，在我快要吐出来之前，我一定能完成27×27的伟大壮举啊 ！MC 史上第一个挑战27×27机会立方体的男人，没错，就是我叶枫大帝。三堵墙已经搭完了，我们已经完成了1/3了，而且不止啊，这边还有一个边边，继续搭，兄弟们，继续搭，已经过半了，兄弟们，已经过半了，希望就在眼前，大型机会方块。应该都是拿紧凑方块做出来的，我们之前的玩法都是有问题的，这次成功了。这 精准采集好使吗？兄弟们手在抖啊。哎，问题不大，他开出的应该是无关紧要的那种事件，太好了，精准了，给他踩没了。好好好好好，不影响就好啊，松了口气啊，手都在抖，我操，太吓人了。继续继续，慢一点，慢工出细活，心急吃不了这豆腐，对不对？心急你只能磨肚子。哎，最后一层慢慢的放啊，别放超了，已经只剩最后3排了吧，
我看很多小伙伴让我从上往下，你一定是刚看我们挑战这种东西。这个只能从下往上，从上往下或者从左往右，往右往左的，它都会搭歪，它的层数是对不上的。只有正上方或者说对着地板，它才能对齐，你知道吧？这玩法是固定的。我越来越激动了，兄弟们，要成功了，要成功了，一点瑕疵都没有，只剩下最后这一面墙了。我想说，完成这个挑战，前后用时总共加起来都一个小时多了，总算是要结束了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我知道我太快了，放心，我会慢慢的，慢慢的啊。最后一柱子，兄弟们，把这柱子摆完，我就可以死心了，彻底死心。还有，不要在评论区跟我说什么，哎，试一试八十一乘八十，你试，你自己试。最后一个方块，兄弟们，放上去就圆满了。走你，27×27，这么大的啊，没有这种紧凑型，我是不会挑战它的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见证奇迹吧。走你，这是精准采集，咱们把它给放起来，直接卖掉。然后，不要用创造，好像创造模式也算开，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啊，咱们还是不要用创造模式来开这个东西，就生存模式就行了。我也手在发抖，兄弟们啊，手在发抖。我去，神器鞋，祝我好运。开！你们能看懂左下角那行英文吗？好了，不要再耍我了啊！以后机会方块挑战，你们谁爱玩谁玩，别找我玩，我不玩了，我不玩了。